欢迎收看我的 Me Time Vlog， 看一下不带老公不带娃的六个小时我是怎么给自己充电的。今天我给自己安排的行程还挺满的，起床喷一下香氛，让房间里充满喜欢的味道，嗅觉开始醒来，然后开始洗漱。每天早起一杯黑咖啡真的是我的日常标配了，难得一个人独处，今天呢我也没有约小姐妹，简单的化个妆就赶紧出门了。最近温差变化太大了，大家可要注意保暖呀。来了一些快递，这是我们克罗心的头，这个小仙女系列的指甲油爆薄，她特别喜欢看。洗眼液，它是这样的刺抛的，带着很卫生，而且它呢是一点都不刺激的。应该说买了一个洗脸巾，金色款要比银色的厚一点，特别结实，它是这样的款，擦脸特别的柔软，吸水性真的特别好。化妆刷就是我自己配的一套，它还真的不便宜，至少能用个十年八年。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 OOTD， 这次我是真的要出门了，因为我约了脱毛，我马上迟到了，快跑。这个妆在阳光下看着好清透，满意。